曾说过，叫你马上来医院的时候，大概都是患者已经去世的时候了。妈妈，姐姐，我已经，Oh my God，他跳楼了。再见了。哦，安吉吉呢？黎明了。有点稳重大方，又靠不住的何奶的奶奶，何矮的奶奶不是河马，对不起。虽然偶尔会骂我们，却总是带着笑容温柔的关怀我们的妈妈。时常吵架，又时常一起玩的姐姐。明明是老幺，却十分努力，比谁都要懂得照顾家人的善良的小珍。从小时候开始，大家都说我们是幸福的家庭。我也对此洋洋得意，对能身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感到幸福。但是，我至今为止都做了什么呢？为了保持幸福的家庭，我一直对家里的阴暗面视若无睹，结果便是如此吗？至今为止的幸福时光，还有重要的家人都回不来了。再也，我再也，我再也不要了，无法忍受下去。我讨厌一个人孤零零的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种现实，我再也不要了。阿郎呢？他是最上面是一二三。他住4楼，Holy crap, man！N 万死的决心，阿雷，N two 的方法。听完语音留言后，输调查小珍的房间里的雕像，并输入4274。原来是这样，还没完了，OK 啊？4274吗？为什么4274？啊，我不想去那里，已经不需要来这里了，快走吧。那可以去其他地，可以去小镇的房间，就是不可以去那个。我不是这边。好啊，可以去小镇的房间，然后不能去那里。问号。快点！我要去大家的身边，我已经不想再思考了。奇怪的话，刚刚明明就不是这样评价的。他已经了无生意了，他的眼睛。咦，这个里座的部分有抽屉，里面放的是纸和小盒子。若想从深知什么什么解放的话，小孩子会对我轻声低语道：“不会死。”想从深知什么不会死？他说要输入4274嘛，输入看看。就是哦，他眼睛开始有点生气了。爸爸在世时，全家人一起去赏花的照片，好怀念啊！姐姐不小心喝到爸爸的日本酒，结果喝醉了。未成年喝酒不好啊！虽然我自己在过小的时候就误喝了一大杯的威士忌，喝完后睡着了。撑了蛮久了，好像到下午大概我1点多喝吧，下到下午6、7点才睡。妈妈因此骂了爸爸。奶奶则在旁做和事佬。小珍看着那一幕，天真无邪的笑了。那时候好快乐啊，但是大家都不在了。
不对，珍，我还有小珍在啊。我死掉的话，小珍就孤了你一个人了，绝对不行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小珍回来的时候，谁还对她说欢迎回家呢？爸爸妈妈和姐姐，大家都不在了，好寂寞哦。我也好想到那边去哦，但是再稍微努力看看吧，全是痛苦悲伤的现实，也试着活下去吧，和奶奶和小珍一起活下去。隔天，甚至好几天没来学校，好尴尬，会不会被老师骂呢？志乃，树同学，早安。那个，好久不，我听我爸爸说了，志乃家人的事，有什么困难就随时说吧。树同学，总是笑容满面的你，露出那种表情，连我都有点失常了。虽然要叫你马上恢复精神是不可能的，那个，哎呦，讨厌啊，我不太会表达、啊。谢谢同学，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现在这么快就麻烦你了，笔记可以借我抄吗？因为我一直待在家里，没来学校嘛。因此，为了至少能赶上功课，借我笔记吧，拜托了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每天都来上学的吗？哎，森林要欣赏特点吗？好啊，啊，真的要看吗？是想吓我是不是？这是志乃真。好，啊，他每天都有去学校，那个，他怎么会说他都没有去？若想从生之作父解放的话，小孩子会对我轻声低语道：“不会死。”作父的日文念法是 “jebaku”， 是吗？跟数字10829同发音，谁会知道？喂，小珍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么晚才回家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我不久前稍微出门一下，你太担心了啦，而且现在才下午4点。别说什么歪理，我现在准备晚饭，你再稍微等一下哦。好好好。啊，菜里面不要放乳清蛋白哦。诶，为什么？那是健身后用的，然后你在那边一直要，你要帮他训练肌肉是不是？嗯，所以他只是失踪而已哦。就稍微出门一下这样。小珍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尿裤子了？好啦，在被美名子看到之前，我帮你擦干净吧，所以快一点。小珍，哈哈，小珍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快过来，奶奶尿裤子咯。小珍，你，嗯？小珍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心理姐姐，大学的入学考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最佳状态哦，照这个情形能推荐上吧，真不愧是我自己。心理姐姐很有才华，大家都期待着呢。小珍怎么了？你没有精神了？不，没什么。小珍，看着我的眼睛说话。Look my eye， 那个恶灵战情不是那边 ？Look。My eye， 所以这家的不幸都是由小珍的开始的吗？嗯，真是敌不过心理姐姐呢。其实啊，虽然我想要你跟大家保密的，啊，因为营养午餐费嚼的比其他人慢就被看不起，因为老师穿着破烂的臭衣服又被排挤，搞什么？这完全就是霸凌嘛！没办法。毕竟是事实，我还不了嘴。如果家里再更有钱的话，我也能和班上同学相处得很好吧。小珍啊，对不起，
忘了刚才的事吧。抱歉，在姐姐辛苦念书的时候讲些奇怪的话。那待会儿见。啊，喂，等一下。如果家里再更有钱的话吗？假如我去工作，不仅妈妈能稍微轻松一点，小珍也不会被霸凌了吧？啊，都已经布局成这样了，怎么死的只有妈妈和心理姐姐呢？嗯，奶奶都进安养院了，小旺姐姐却还是这么有精神。我以为她在看了全家福照片，会说我也要去那边，然后自杀。嗯，看来比我预料中还莽撞啊。算了，时间还充分有余呢。我最喜欢的哦，我善良又重要的家人。当接触到人的善意和温柔时，我的内心欢喜而颤抖不已。可是呢，我才不想看到那样善良的人们的丑陋一面。美丽的事物就该保持着美丽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小旺姐姐，我会让你保持着美丽的样子死去哦。死的小珍。